Hello，大家好，我是 Alan。今天拍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的这个 Airwheel Q1。由于箱子的配件跟之前的 X3 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省略了开箱文的部分。好的，从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 Airwheel Q1 它的外观会比 X3 来的高一些。然后我们直接从上面的角度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开关按钮、LED 能量显示灯，还有就是，充电孔。再来呢，就是 Q1 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双小轮。然后呢，一样 ，Airwheel 原装正品的一个，证明 serial number 也可以在它的机身上面找得到。Q1 的重量是 10.6 公斤，轮胎的大小大约 30cm。 再来呢，就是 Q1 的电池会比 X3 来得更大一些，所以需要用一个半小时才能够将电池完全的充满。当然由于电池的增大，行驶路程也相对的增加到了20至25公里。再来就说说看 Q1 的特点吧。 Q1 的双小轮能够让初学者更快以及更容易的上手如何操控单轮车，甚至能够在原地平衡，即使在不平稳的地面也能够更加的安全。就个人认为 Q1 主要从性能到稳定性方面都会比 X3 来得更好一些，不过呢，灵活度方面就会比较逊色。当然稳定性较好这一方面也是众多女性偏爱 Q 系列的原因之一。好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初学者对 Airwheel X3 以及 Q1 的反应如何吧。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柔佛的公主海湾 Putri Harbour， 然后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的朋友阿涛。阿涛呢，今天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来体验一下我脚下的这个 Airwheel X3 还有 Q1。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一下初学者阿涛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OK， 现在首先我们先尝试就是这个 X3 装有辅助轮的 X3， 我们是要让阿涛先大概了解一下怎样去操控这个 X3， 怎样是往前，怎样就是停下来。 OK，Little song I wrote, I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接下来，你唱诗版的中心。Every night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OK， 你现在重心往前，就是往前吧。然后你要停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后面。当然你不要太多，你太多的就往后了，你要始终。OK， 只要往前踹，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et. OK， 现在我们的这个 X3 是已经拆掉了辅助轮，接下来我们再让阿涛再踹多一次，看看。然后脚底下，脚底下这个就是踩上去，然后你还是很 give you my phone. 来站稳一点，不要再靠边，站稳。然后把你的重心往前伸去，跟他一样，然后走开。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 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Don't worry, be happy. When you worry, your face will frown. That will bring everybody down. So don't worry.
重心最重要，你重心要站稳，就是你要平衡住，然后你的重心很明显，因为你紧张你处理，对不对？哎，不要那么多，那么多，然后。Don't worry, bab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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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there, this song I wrote. I hope you learned it. Don't worry. Be happy.Listen to what I say. In your life, expect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Don't worry. Don't worry.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ith the birthday. Don't worry, be happy.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轮的会比较容易平衡，这个 Q1 比较容易平衡，比较容易上手。哦 ，OK， 这样总结来说就是 Q1 会比较适合给初学者，然后来练习啦，就是如何来操控这个单轮车。OK， 好的，今天我们就感谢阿涛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影片录制。然后这些呢，就是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以后会经常在初学者这边会有一些活动，所以有意购买或者是想要学习如何操控这个单轮车的人，都能够来到这个附近，或者是通过以下的这些联络方式来联络到我们。OK， 好的，谢谢大家。